快点啊，没有力气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to。今天我们来到彰化的田尾，那这边呢是小巴亲子餐厅，那里面呢听说有很好玩的赛车道，当然是小朋友的啦。所以我下班之后呢，就马上带小朋友冲过来啦。那我人现在已经在里面了，大家可以看到。那等一下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这里要门票，好，我们进去吧。走 ，Go Go Go。那我们这边都是户外的哦。对，还有玩水，你最喜欢的玩水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小朋友在玩水吧。哇，好漂亮的花。对啊，这里很漂亮，你看，超漂亮。哇，赛车哎！小朋友的赛车场。快点啊，没有力气哦！那台车对你来讲太小台了啦。你又在干嘛？人家大家都很快的，就你很慢而已。几乎都不用吃。对啊。哈哈哈。我爸爸不要跳哦，不能跳哦。这是 DIY 手作区，进去玩看吧。我们要把它一起带回家，对不对？让老师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很可爱吧？啊，来，你之前可以做一样的来。接下来你们的多肉要放在哪一个位置？它在内侧的看到。多肉就是仙人掌。食物对。嗯。哎呦，阿姨都还没帮你弄好，就用脸塞了。这个要比较大的，所以要先放。对。不然比较小，这个更小的。好了哦，好了，举手哦，我为了有奖征答喽。喵呵，有没有听好听得懂台语吗？听得懂啊。今天吗？他比较听不懂。那我就问你，我有一些，我问你讲出来再送你公仔。吃饭怎么讲台语？吃饭怎么讲？吃饭的台语。我讲的。哦，送一个。你今天在做什么？学名是什么？学名是多什么？多什么植物？跟我一样怎么样？多什么植物？很多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假日的人超多，然后这里面可以进去玩，然后还有二楼。二楼是溜滑梯的。对啊。进去记得穿袜子啊，因为我规定进去你要穿袜子。买那个袜子给我们买。太好玩！我们来这边已经经过三个多小时了，现在已经快晚上六点了，可是天还很亮，他们还舍不得走，所以我只能先把结尾拍起来。这里面呢，他们造景做的真的很漂亮，规划的都也还不错，只是你假日来的时候人有点多啦，设施可能要稍微排一下这样。餐点我倒是觉得还可以，种盆栽那个好玩吗？好玩，我喜欢。你种什么？仙人掌。它不是说是多肉植物吗？所以是一样的吗？不能吃。拜拜。好了，他急着要继续去玩。那这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这环境真的还不错，大人小孩一起玩啊！啊，撞车了！熊猫。